的房屋 out 1000多吧，2000多了。麦冬对，有效，超好，各位看哦。防泼水外贴片，跑完西滨有虫是不是？不坏片，对。没想到是，如果一样喜欢，在我那边下单。我们这一次啊，一样哈，我们的年历啊，跟衣服啊，这些都已经推出了，一起买就是有优惠哦哈。那请大家就是多多支持一下。那你这支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再加分享。嗨，大家好，我是吴阿罗。嗨，大家好，我是阿全。欢迎来到我们公路漂流。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到了每年一次的一个标准的。每年都要拍的东西，房屋特辑。房屋特辑，其实我们这一次不单纯只讲房屋，去年的房屋 out， 我们只有讲三样房屋产品，但是我们今年再多加一点点吧。我们来多加就是关于泼水的东西，每年都一定要再讲一次的。感谢阿前介绍这么好用的产品给大家，全世界的货都在这，都在这里。你看那时候真的卖到欧洲都全部收回来到我这边，热卖中。对，这个卖真的超多的。Louis 那边就卖了1000多吧，2000多了，已经2000多了，2000多了。哇，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神奇防雾眼镜布，然后一条499。是吧？两边都会起雾嘛，对不对？那你就只要是拿起来，轻轻的插下去。那我觉得这一条啊，最棒的最棒的地方在于它。擦完之后不会有那种，但不会有那种水痕或者是什么，好像油膜在上面，就是油膜油油的那种感觉。啊，你就这样子随便擦一下，然后你就这样，就不会起雾咯。哎，刚刚有试哦，你看啊，有没有？这边就是起雾的。对，好，那它不能水洗。绝对不能洗哦，洗了就变成一般的眼镜布了。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有镀膜的东西，譬如说你的有一些高阶眼镜会有镀膜，你擦下去之后，它的成效可能就会很差。像安全帽镜片，对，也有镀膜。以秀仪来讲好了，它内部虽然看起来没有镀膜，可是它可能真的有做一些特殊处理。但是会起雾嘛，对不对？擦一擦，就擦一擦，擦一半，另外一半等一下给另外一个产品用。好，好来，我们就擦一擦，擦一擦，就大概啦，反正就一般施工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也不会特别的施工。然后来，大家吹这两边给大家看，这个是会起雾的，哎，然后这边就防雾效果就很明显，有效，它的效果大概是2个小时。差不多，你擦眼镜的效果是最好的，是10个小时。对啊，当然就是随着你一些可能镜片的等级不一样啊，它可能上面有些做一些镀膜处理什么的。哦，像尼控的，尼控有出眼镜，对，尼控的镜片它都就是上面会有抗污镀膜，那你用这个可能效果就会，它上面的药水可能会咬不上去。其实说穿了，它就是用防，它可能就是用防雾剂，但是防雾剂的一些成分或是它要怎么做干燥处理，关键在这边，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可以撑10个小时200次。对，好，那当然是用在眼镜的条件下，部分那安全帽镜片可以用，但是效果就必须跟大家讲，它是会打折的，会打折很多哈、哦。那但是还是有用，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我们之前常常在用的就是这一个，我们之前也是卖的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拼蜡可式的，就是U look， 然后它是做拼蜡可形式的这一个那个防雾的扣片，没有拼蜡可系统的你就不能用，而且呢，它都是帽款专用款。对，每一顶帽子都是专用款。那譬如说，你如果是秀仪的 Z8，你就不能用 Z7。那它装的话怎么装？就是上次也跟大家示范，就是你把它这样子顶开，然后扣下去，扣进去，非常简单。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超好。然后你看到、哦、我只要光这样照一下，紫外线灯，紫外线只要这样照下去，然后它就会开始变色。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大太阳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变色，它就会变色。就是它，我等于说我整合了防雾跟什么变色片的功能。他们这一家的老板真的是就是一个光学博士，他的很多东西做得不错。你看他的边胶这个胶条这边，它的透明度也比一般的皮浪克好很多。好，接下来我就要讲它的缺点了。它这上面会有点像起雾的白点，雾雾的。哦，你说视觉效果，对，其实这一片就有受到影响，这一片就有，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啊、然后装上去之后，照理来说它应该是全清的，可是哎，装上去大家就跟我说有点雾雾的，怎么这么雾？你看这这有什么超雾的，变雾面。对对对，只要你有买到这样的状况，欢迎就是发现这样子雾雾的，就找他，找他跟他买的就跟他换。对，好，好，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是有会跟我反映的，就是他的效果。现在的安全帽大部分都有做抗 UV， 甚至有安全帽镜片抗 UV 400，没错。那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今天是隔着镜片来给你照，然后打灯。
好，然后再照上面，嘿，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隔着镜片的这一个照射的这个的效果就会差很多，效果会打折啊。以我的经验啦，大概折了40%左右，40-50%左右，大概直接砍一半，对，就还是很有用。我觉得它就是变成就是一个怎么讲，自带潜墨的效果。对，就是自带潜墨。可是呢，如果真的说，哎，到了夕阳的时候，就太阳已经很低的时候，你就算太阳直射，它也不会变。嗯，对，这个要跟大家先讲一下哈。然后呢，它其实是紫色，你有没有看到？它不是全黑啦，它不是正黑色，对对，它是紫紫黑黑，它会有一点紫黑。那对于我这样子，就是对颜色比较敏感的摄影师，我就会有点 care。 好，那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的。那它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就只要扣上去啊，效果好不好？我跟你讲超好，各位看哦，好，完全不起雾。它整片都是防雾材质做的，所以它不可能起雾。而且因为它做的是完全就是专款专用的镜片，所以它的可视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大，想的是如果一样喜欢，再往那边下单。没错，现在库存终于正常的，然后他们还有就是夜视的黄色，可以让你晚上骑车看得更清楚。这个就是我在美国用回来的，美国那一片啊。以我的经验，各位的使用至少一年，至少差不多一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镜面特工，他们的防雾特工的防那个防御公式的东西，叫防雾喷剂跟那个水镀膜嘛。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就是它防雾吧。我们刚刚擦这边嘛，用我们的防雾擦这边，你要喷左边。那我们接下来它 ，OK， 好。市面上其实蛮多的，有类似的产品。来，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子擦一擦。那刚刚这边是右边是那个镜片，防雾。布啦，神奇防雾视镜布，防雾视镜布啊，左边是用这个防雾特工啊，好，那大家看一下，来吹一下，你看两边都没有了，都不起雾了，它是蛮有效的一个产品啊，蛮有效的，觉得不错。那你如果不喜欢用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考虑我们的防雾布，或者是这一种喷的喷剂形式，对，缺点就是你就是要带着，就是要带着一块，然后你还要有一块干净的布，一块干净的布，那就是看你怎么选的。那我是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其实也还算不错用，那再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极力推荐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防泼水外贴片，它就长这样子，然后你就是贴上去之后刮，刮到刮，专用款。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用拼蜡克也可以用，对，它就也可以直接贴上去。那来给大家看，来用镜片，来我们直接紫外线照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可以，你看非常快速，阿全就点三下而已哦，有没有？它就直接变色了，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来，我实际贴上去会变成怎么样？来，贴上去之后，可以，然后我在面前，你看，它就变色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因为它在外面，它吸收紫外线的效果就最好，超好。它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疏油疏水，来防刮哦。对，如果这个是没有贴的这一块区域，你看滴上去之后，你看它的水就是整片整片整片的嘛，对不对？对。那如果是今天是贴上去，你看，它就会水珠这样滚走下去，然后你只要骑车的时候稍微推一下，它就掉了，就掉了。它的泼水的效果不错，但是衰退很快。你只要脏啊。它不是坏的，它是脏了。那你看哦，像我这边比较脏，你看它就有点卡水了，你有没有看到？它是被脏东西卡住了。那它要怎么清？就其实你就用水清过，就用水帮它清干净。对，清干净。就是我的意思是，因为台湾的空气品质其实不太好。那你这样子骑完半天之后，它上面其实就是会沾有很多的空灰尘啊，什么东西啊。然后你遇到下雨或什么的话，它就会黏住。但是效果还是比没有贴好很多啊，当然，这是那这个时候最棒的地方就是你清的时候很轻松啊，对，因为它疏水疏油，你拿到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冲一冲，擦一擦就搞定了，就带防刮。如果是夏天的话，会有很多虫虱，对，那你如果有很多虫虱，那你大家都知道，如果放隔夜，就是很难清，干掉，会变得很难清。对，那你只要有贴这一片，它会好清很多。接下来我就是要来再跟大家讲，就是它的缺点是什么了。来，你说它的价格是1090。他们讲比较保守啊，半年到一年啊，半年到
到一年间，对，一年可能是极限了，就是应该是这个玩意他们敢做一年，这个玩意他们不敢，因为毕竟它贴在外层的，它是受到最直接的紫外线跟热度的影响。对，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你就把安全帽挂在外面这一种，我就跟你讲，应该会坏很快哦。因为它会吸收过多的热跟紫外线。对，然后第二个呢，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镜片本身要求很高。所谓很高是指，你如果像我镜片已经伤痕累累的哦，它贴起来，你看我这个已经有点伤痕累累，要尽量没有损伤的新镜片。新镜片，那你会贴起来比较不容易起泡，因为它最接近镜面嘛。它这个是镜垫贴，我跟大家再强调一次，它这个是镜垫贴，所以呢。它可以撕下来重贴，撕下来重贴，你只要没有脏，没有灰尘，基本上你都可以重复使用。但是你第一个贴的时候不好贴，第二个我们要装这一片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动作？要把镜面摊开来。然后大家看摊开会发生什么事？就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看到？就它就翻起来了，有没有听到就啾的一声了？啾的一声，有没有？这个就翻起来了，翻起来了，我还是可以。把它压回去，把它压回去啦。可是第二个，像我这种很常洗镜片的人，我其实大概每一个礼拜我会把这一片拆下来洗。通常在你拆的那一刹那，它就外面啾的一声，它就掉了，又掉了。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我如果我只能二选一的话，我会优先选这个。然后因为我里面防雾，我有别的手段啊，对，但是外面的变色。就只有这个，对，就只有这一个。好，然后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所以你如果也许啊，你也可以考虑这样子搭，有没有？就里面你也可以考虑用药水啊，又或是用湿巾布 之类的，去取代原本的防雾片的功能。对，好，但是防雾片的功用一定是效果最强的，对，就这样。对，想要防雾片这个效果是真的不错，那就看你、看你怎么样去选择。没错，然后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在今年呢，就是有推出了这四样产品，一个是变色贴。变色波水贴，然后还有那个变色防雾片，跟防雾神奇防雾湿巾布，跟我们的防雾特工，特工他们其实有镜面特工啊，就是弄在外面的、就是、波水、欸、那个什么波水的波水水镀膜，波水水镀膜啦，对，哎、欸、对了，如果它容易贴不好或是怎么样的话，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会畏惧的地方，比较麻烦的地方。所以呢，他们还有出了另外一个东西，就 是什么？清水形式的波水片，你是也是需要就是有波水这个功能，然后你又不想带瓶瓶罐罐，你就可以贴这一个，那它就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然后你里面再搭变色贴。那透明波水这一片多少钱？两片590。哇塞，小到靠北，这个就 OK 了，这个是小到靠北，这真的是我不高兴就换掉。哦，干刮伤了，真的是就有点像那跑完骑兵有虫是不是？不换一片，对，那一样哈，专款专用形式，就是如果没有推出的话，请按照你的帽子去购买。哎，对，顺便说，我有请他们推出一个通用款，就是贴外面的，贴外面，然后小一点的范围，小一点的嘛，对啊，就是通用款，什么都能贴，而且然后价格再亲民一点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冬季骑车圣品。然后我们上周也有上来。不管是上周还是什么，就是也有上一个防水手套的，防水手套的，对，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哦。好了，那祝大家冬天骑车行车平安，记得下单订阅，按大家分享。好，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